做工作服好不好走那个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你听，住得好近，你住得更近。准备做卖家，鞋子卖家了吗？做两百斤有好多钱呢？赚多少钱？好像是一个工两百块。你上个月发好多工资？五六千。发好多都好多才行，发五六千怕请我吃饭？嗯、啊？太低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哦，还没拿到高而已，还没拿到高，才拿到五六千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整你加油，做个七八千。我之前在挣扎油。啊，赶紧加油哈。好。拿到八千，我请你吃饭哈。嗯。好。